好，各位，我一再说过啊，我们的史文学是一门比较新的学问，所以啊，光它的这个范畴，如何定它的范畴，如何分类，啊，如何研究的态度方法，本身都是还在琢磨之中。各位如果说观察他的这个学科的演进史，就可见最起先几乎在摸索。那我在十年之前写这个书啊，可以说是给他一个在那个时代的总结。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因为我是把海峡两岸的相关著作都经过同理啊分析过的。那这样这里边我们其实啊分作几大块而已。第一大块就是史文学里边结构最简单的，我们说这个短语最主啊，像这个俗语呀、啊，或者文字游戏呀、啊，啊，对联也是我们新加的。那这里边当然是对联啦、啊，我们花的时间最多，缘故就是它是印文学的基础，它是中国文学里边呐、啊，可以说最精致、最精炼的东西。你把这个弄会了，其他都通。是有这个缘故。另外一大区块啊，我们现在真正才要进入，那就是故事。各位，这个史文学的故事啊，顾名思义，它是一定是哪些人在说的故事啊？广大的怎么样？庶民百姓啊，广大的庶民百姓，我们一般。都不是拿他来，都是拿他对政府来说的民间，对不对啊？或者呢，拿他来和士大夫阶级对称的庶民啊，那他创作于民间，也流播于怎么样？流播于广大的民间。所以这个故事啊，严格说来。它就是民间传说故事，用这六个字，故事。那么这个故事是什么呢？是在民间的。那它怎么样去推广呢？是传说。所以民间传说故事这六个字就可以代表。可是民间传说故事啊，各位来想一想，它的内涵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说寓言，对不对啊？寓言就是一个形式比较短小开始的，啊，当然后来也会发展到整本书都是寓言性的，但是这是后来的，最起先它只是一个。凭这一个比较短小篇幅的故事，然后呢，含有怎么样？主要含有哲理性在里边，对不对啊？所以就含有哲理性在里边的，我们就会说寓言，或者是怎么样讽刺性在里边的，也可以是寓言。那要说给人家好笑，要不要有一个故事在里边呢？说笑话。那个笑话叫可笑的故事，凡是这个话在以前就是故事的意思，所以笑话也是故事啊，也是在民间传播的啊。那他当然笑话也有
虽然说笑，但含有奉献，含有怎么样？这个鸡翅的意味，这个又和预言又有一点这个重叠了，重叠。但预言呢，啊，起码不一定可笑，但笑话是一定要可笑，啊，所以这故事里边呢，他又因为他的某一种直线，而慢慢的又有所分裂，啊，所以你看，我们把民间传说故事这几个来看它的内涵呢，啊，嗯，算其中，然后呢，笑话也算。那么如果说观世大比较这个原始民族，就人类出名时代对于宇宙大自然的一种诠释和思考，种种的，就是我们所说什么？神话，神话就是有关这个宇宙大自然开辟种种的，那个也是又在民间传说的故事啊，不一样，说神话也是。那各位也知道，神话的研究啊，我认为呢，母题研究。母题研究呢会比较有个准据。母题比如说这个天地怎么开辟的，人类怎么来的，人类最早期和大自然斗争的英雄又是怎么来的，啊，类似这个就是母题的研究。人类开始有一种什么，有一种文明的现象，又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想这个神话。那么神如果和人接近一点，有人呢觉得怎么活在这个人世间那么短暂啊，要追求到一个什么 的这个生命的什么生命的长度啊，尤其在乱世里边，乱世所看到的就死亡，对于现世的一种无奈啊，因此呢就开始要追求有限生命的一种永恒，那就透过怎么样无时啊修炼啊种种呢，使得可以超越生命的现实的长度，就趋向了所谓的神仙。那么各位也知道，我们说过神仙啊一定要不是迷离的地方啊，那山东一带的人文化，各位知道山东的文化相当这个高，一天看海竹丝论泉的程度，所以蓬莱仙山的故事就从这里，还有传说中的遥远的怎么样昆仑山的这个，所以最早的神话呢也从这里传播过来，但是一定要透过人的追求，人的朴实，朴实就是朴仙丹啊，练这个什么来练气等等达成的，而这个仙话往往也会从怎么样由神话过来。各位啊，如果呢看到我这个书里边，你们有一点要学的，就是自学的态度方法里边的一种这个一种方法，譬如说西王母的故事，你们都知道西王母原来是怎么样
是半人半兽，啊，那很可怕的装扮，还抱了尾巴，这个老虎的牙齿，对不对？啊，这个头上呢，还有那个类似机关那样的各种这个装饰，我很怀疑啊，这种装扮就类似现在啊。原住民的酋长啊，原住民酋长的那个装扮，把它描写下来，还真像这个西方人啊。这个，那西王母，你看慢慢演进。如果各位把西王母的资料一条一条排列下来，排列到汉代啊，战国年间的这个《穆天子传》啊，然后到《汉武帝内传》，把它排列下来，西王母啊，由神话到仙化的迹象就怎么样，就都在里边了。同样的情形，如果各位把这个什么呢，嫦娥奔月的故事，后羿他这个求不死之药啊，这也是由神话到仙化的历程，然后呢又加上这个什么呢，嫦娥啊，后来有癞蛤蟆，对不对啊，也有这个什么呢，吴贵，这个吴刚华贵啊，这些现象我一直觉得很奇怪，怎么美丽的嫦娥都变成癞蛤蟆啊，这个是一个谜啊，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神话有时候啊中间残缺啊，跳跃不全。美丽的嫦娥怎么后来变成一种癞蛤蟆都做象征，这是一个奇怪现象，但是你把它排列在一起啊，类似这样的一种，这个叫什么呢，资料的排比。资料的排比不外乎先后的排比，类型相近的排比啊，还第一线的这个什么年岁的排比，把这些排比下，你就可以看出它资料互相互补有无，互相激荡的一种方式啊。各位以后这个学术的研究不一定是要怎么样，用一种截取杂罪啊，有时候这样呢，往往会挂一漏万，把它都排在一起，让它相机相当互补有。我是觉得这个呢，常常啊，得出的这个完整性和触发性，比一般人的用的方法来得笨，但怎么样来得切实，你们可以从我这个生活是用这样子。好，仙化，各位，我们中国的神仙啊，最著名的当然有一些这个什么呢，他们的传记，可是最值得研究的，也被讨论的最多的，是哪一个神仙化的故事啊？八仙故事。八仙故事。八仙故事就必须要和金代的全真道教啊，全真派。因为它是结合儒释道的一个思想所构成的一个这个流行在金代的一个道教宗派，它里边和八仙的这个人物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八仙里边的人物啊，也是慢慢结合形成的啊，我没有用心去研究。我们这个书里边，我不过是找了三位
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把它综合起来啊，做例证给各位看。我自己所读的书里边呢、啊、我当时候就觉得八仙啊起码在明代嘉靖以前呢、啊、没有何仙姑，没有女性，而改许神翁，到后来才有八何仙姑加入，许神翁没有了啊，这个是值得探讨的啊，为什么要取他代之？而、啊、这个八仙这个人物呢，八个各有不同的身份啊，有真正的道士，也有失意的文人，也有这个什么呢？皇家的贵族，也有乞丐，也有这个一般的这个修炼的道士啊等等，也有这个什么呢？音乐工作者，像南采和那样的音乐工作者，好、啊、像韩湘子这样的这个，大他们的这个出生大概是唐代到五代之间。唐代到五代之间为核心，而一直要到明代世宗嘉靖以后才加了何仙姑啊，类似这些啊也都值得去观察。那这里边呢、啊、也给我们呢、啊、中国人的这种包容性，他各种这人都可以呈现啊。那只要什么样呢？只要你去修道就可以达成。所以这种阶级性啊、庶民性，阶级性很浅，庶民性很大，对不对啊？从八个神仙的各种不同，那八仙开始那么有名，有两个缘故，一个是八仙过海，对不对啊？在民间我们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然后呢八仙又和这个什么呀，又和这个祝寿啊，民间把它拿来做庆寿庆典里边，所以我们民间都有八仙彩，我画八仙的图案喜庆挂下来。有这两个缘故，于是八仙就深入民间。像这一些他的社会背景，他为什么会这样，也都可以去挖掘他的现象。还有这个时候既然有八仙，就先来上八洞八仙，有上八洞就会有下八洞先这个八仙，那无聊了再加个中八洞，所以八仙的这个群体就越来怎么样，越丰富越丰富啊，类似这一些啊都是仙化。那么仙化的研究啊是也是这几十年来几个人研究起了端绪以后，我看也没有什么呢学者在继续发挥，所以像仙化的研究啊，神话是很多还可以开辟。那我们说鬼话连篇，对不对啊？我们中国的这个鬼话都是起于什么笔记重谈啊，类似说神迹啊等等这一些啊，所以鬼话就是有关鬼的故事，仙话是有关神仙的故事。那这些还是庶民百姓在传说的，对不对？只是因为它类型有仙有鬼之分，那中国人信鬼神，世界各民族啊都信鬼神，也是很普遍的现象啊。
所以这个鬼话当然呢也是潜藏的很丰富的这个材料啊，也没有这个深入去探讨过，所以这也是一块。那么中国人又有什么呢？万物皆有灵，对不对啊？所以一棵树只要活得久，一个红布一包，大家就去拜拜了，拜这个树头公，对不对啊？民间乡下有好多那个大树，是不是都在被拜的啊？那我们上个前个礼拜也说过，这个石头都可以变石头公了，何况其他呢？因为这一些啊，在万物皆有灵的观念里边，那么灵就是精灵，所以呢，精怪这个的这个故事当然也很多了啊。你像白蛇，这个就是最有名的怎么样精怪故事啊，那是白蛇。那狐狸精的这些都是精怪故事，所以精怪呢也是一个类型。那么这三个类型，仙话、鬼话和精怪故事，可以说把它写上书学的不多了，把它变成在概论里边的，我们这个书还是比较先进的，比较先进的。好，可是在这个书文学里边总还有怎么样民间故事啊，一般都是民间故事。你看那一种民间故事，它的定位就难得不得了，因为广义的民间故事无所不报，也有什么传说故事。那传说故事也是这个内涵也无所不报，其实都是迷乱于怎么样，迷乱于事实上它都是延伸于民间，传播于民间，为民间庶民百姓怎么样共同喜闻乐道，它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范围。在这大的范围里边，为了要使某一种部分有某一种部分不同的直线，所以再怎么样再来给他们一个定位啊，比较缩小的范围，就是我们所说的。因此呢，像刚才这些就是他故事内涵，是神啊，是仙啊，是鬼啊，精怪。那童话呢？童话的基准一样不一样？童话不是儿童的故事，童话是什么呀？说给儿童来听的故事才叫童话。可是童话已经成为一个学名，在俗文学你只好也把它列为之一，然后给它新的定位。只要它的这个命意是说给儿童听的故事，请问儿童听的故事，第一要不要吸引儿童的趣味啊？所以第一要儿童喜欢听的，第二要不要给儿童呢有一种这个启发，给儿童这个什么呢，适合他们这个能引他们入胜的题材啊。所以童话里边内涵事实上是无所不包的，什么都可以。可是儿童最喜欢的，为什么儿童喜欢上动物园呢？那动物可爱，所以儿童喜欢听的童话里边就常常会用什么做题材啊？用这个动物做题材，动物的故事。那可是动物的故事
动物本身也可以作为一个故事的民间故事的一种这个什么内涵题材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呢是在一个很大的范围里边所做的这个分类。那在民间故事里边也是一个被大家被俗文学运用的体类的，凡是在民间为大家所最流行的故事，比如说像牛郎织女故事、孟姜女故事、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白蛇故事，这个就是什么呀？不约而同的称它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中国四大民间故事。那如果这四大呢？牛郎织女，它的源头会和什么有一点接近呢？就是神话仙话，对不对啊？但是牛郎织女到了甘宝的《搜神记》，融入了哪一个人的故事啊？董永的孝顺董永的故事，他又被民间传说了，民间传说故事又落到大的范围的那边。那像这个孟姜女的故事，她原来也是传说的，可是慢慢她把它定位在什么？定位在齐国，春秋时代的齐国，然后后来到秦代，所以她就是民间历史传说里边的一环了，这个孟姜女这个人物。啊，各位也知道孟姜女这个人物，把它研究起来，它是一个由一个历史影子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那白蛇好像也是精怪故事之一。所以在这个什么呢，我在各位这种年龄的时候开始注意到这个民间故事的问题，开始注意到的引发点是什么呢？我现在要说的就是促使我进入民主故事研究的一个动机、过程和我建立民主故事研究这个范畴的来龙去脉，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也就是我的学思历程啊，我做学问的其中一个题目的学思历程啊。好，在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啊，我打算呢研究戏曲。为什么研究戏曲？只因为到学校当完兵，到学校来注册啊，从马祖，在马祖的这个海防少尉司令，因为我所海防啊，那么我当时说我解甲归来，郑云博老师说：“哎，你一个少尉解什么甲？”我说：“老师还要自吹啊，我可守了一段几百公尺的海防啊。”我自称海防司令，当然就要解甲归来。我们师生好玩就这样。那我碰到张静张清威老师，因为张老师
这个像母亲一样啊，和蔼可亲。他永远回来了，是啊。哎，老师啊，我念研究所就找你指导论文吧。啊，好啊，就这样。一说呢，我就做戏曲研究。你们曾老师有个毛病，叫人气我取的一个性格。因为那个时候的中文系啊，没有戏曲的课程，没有。经学、语言学啊，是比较多人研究。那我就说，戏曲没有人研究，我就来再研究戏曲，我就变戏曲第一，因为没有人争，唯一，当然就是第一，啊，这个就天下第一团的观念。你们知道什么叫天下第一团吗？这个剧种只剩下这个剧团，所以他就自称天下第一团，啊，我的观念也是这样，没有人研究，我来研究，啊，所以我就研究戏曲。研究戏曲呢，我就要从有一个戏曲的剧本啊，是关键性的剧本，那就是明代嘉靖年间的梁辰宇写的《浣纱记》。《浣纱记》就是用这个魏良辅所创花改良的昆山水磨调，水磨调就是我们现在的昆腔，啊，经过改良的昆腔叫水磨调来演出的。因为这个用水磨调演出，使得这个传奇剧本体制改变，由明代的新郎戏变为明传奇剧种这边。所以我想说仔细读这个剧本，读了以后我就想说，哎呦，这个西施的故事啊，那西施呢，梁辰宇如何利用西施的这个故事，春秋战国时代哪两个国家的征战呢？吴越的征战这段故事，我要把它回顾一下，看看一个剧作家如何运用这个历史的题材来创作他的剧。我认为这个是相当重要的，相当重要。结果，当我从我心里想，西施故事记载最清楚的莫过于记载春秋时代的历史的哪两个书啊？左传国语这两个书啊，一定有吴越征战历史。那西施是里边的关键人物，应当在这个书里边也有。可是当我去翻阅《左传国语》的时候，哎呦，怎么搞的？找不到西施哎！我开始就疑呀，正史里边没有西施，那西施从哪里来啊？我们都读过怎么样？孟子啊，韩非子啊，这个什么呢？圣子啊，庄子啊，等等先秦的这个子书，我还要老老实实把先秦的子书翻一遍。哦，所以从庄子、孟子、圣子、韩非子、这个墨子什么有关西施的连经片语，我都把它一条一条抄录下来。也就是说，先秦祖师是有西施这个人的记载，
但是说灵经片语都只有一句话两三句话，我按照我刚才所说的时间，对不对啊，序列排下来，发现了一个惊奇的事，哎呦，先秦的 这些诸子百家居然没有一个人说西施是什么时代的人，没有一个人说他和吴王夫差有关系，也没有任何人说他和越王勾践有关系，甚至范蠡啊什么文种都没有，只说他怎么样，美人美丽，和他来衬托的有西施就有东施啊，有一个魔母，一个女字边，一个魔母啊，无言，古代的丑女几个人和他相对应，也就是说西施在先秦诸子只是一个美女的符号，美人的符号，没有任何时代的这个印记，也没有历史的这个事迹在里面。这就是经过这个追寻，我说司马迁这个人很喜欢历史的这个史料的保存呢、啊。如果司马迁都不提笔，那才怪。《史记》也没有，没有西施这个。可是明明西施这个什么想对人啊，管挖工啊，管西沙啊，这是所以历朝历代诗人都这么用典故，对不对啊？我们所知道的，这是又怎么来的呢？哇，好不容易我就想到了。在东汉时候，有一个叫做范晔的人，他是东汉光武帝年间的一个人，也不是生平资讯很丰富的，他就写了《吴越春秋》。《吴越春秋》是什么样一部书呢？就是有关拜官野史。它是拜官野史的一种著作，把这个书一翻，老天爷啊，我们所知道的西施的故事整个都在吴越春秋里。各位想一想看，我们用逻辑的观念来这个什么呢讨论。我那时候和各位一样是研究生一年级，很明显的，司马迁以前的人所不知道的西施故事，怎么你光武帝年间的赵魏清楚的那么多啊？只有一个什么？你是不是蛛丝马迹从哪里汇聚下来？可是又没有，就到你这个地方蹦出来，那就是你杜撰。可是你杜撰必然有杜撰的缘故，对不对啊？杜撰的缘故，我把这《吴越春秋》里面读一遍，又把《左传》史。《左传》这个国语里边的这些啊，又读一遍，相互比对，发现其间的蛛丝马迹，于是我恍然大悟。什么恍然大悟呢？因为咱们中国历史上，一个国家、两个国家互相征战。如果被打败了，最起码要贿赂。贿赂呢，轻则怎么样？
啊，送一些马匹啊，送一些这个给犒赏军队啊，让你不白跑这一带，那这个是很起码的。否则的话，一定要就像我们后来的赔款一样，就用子女义薄，义薄就是你国家的财富要送给战胜，子女就年轻漂亮女孩子送给战胜。所以呢，子女义薄送给这个越王郭建，在桂枝山被打败以后，文种去行程，行程就弹劾，送给吴王夫差，子女义薄是绝没有问题，因为有一段史料，啊，文种向贿赂那个夫差的进程。就是太宰皮，太宰皮说：“你去游说夫差，我们呢，这个打输了，所以我们要以子女义薄来给你们。你太宰皮啊，我们送你啊，每女就有八个人，这个信给太宰皮当面说。”太宰皮都有八个美女，吴王夫差被称为好色，啊，饮酒好色，那他送给他的美女一定更多更美，这个也没问题，就在当时候，所以有这样的事情。好，这是当时候的这个国际的这个情形。如果对方像吴国不原谅，不接受你的行程的条件，那就怎么样？攻进你的都城，毁你的宗庙，把你宗庙里边祭祀的鼎啊鼎搬到战胜国那边去。所以后来我们有个成语，国家灭亡叫什么呀？鼎夷，你国家的宗庙的鼎被人家迁走了，就是亡国的意思，啊，好。那么在《吴越春秋》这个书里边，又更加敷衍文种去行程谈条件的时候。夫差的大臣出来反对的是谁呢？就是伍子胥。各位知道伍子胥这个人，知道这个人吧？没问题啊，就不介绍他了。那伍子胥呢，极力反对，他反对的理论就是美女国之旧，贤士国之宝。贤士是国家之宝，像我伍子胥这个这样就是贤士，是国之宝。美女呢，是国家的灾祸的根源。他下边发挥，你们看看，夏王以媚喜，知道吧？夏桀亡于媚喜，商纣亡于妲己，周幽亡于谁啊？褒姒。所以美女是国之旧，一个国家要灭亡，必须有个美人做祸水，否则的话，一个强盛的战胜国怎么会被灭亡呢？也就是说，这个《吴越春秋》的作者赵薇
它有中国人非常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就是美女国之旧，一个朝代要灭亡必然会因为什么，因为有个美女。说句难听的，就是说没有美女这个不会亡得了，所以越王被夫差打败了，怎么在十年之间终于被越王把他灭掉呢？夫差怎么把他被灭掉呢？里边就有一个褒姒妲己灭死那样美女做罪魁祸首，于是他就把越王送到吴王夫差那边的可能性必然性的一个美人把他造出来，造出来是什么呀？拿着历史上美女的符号西施啊，这是一个美女符号，是先秦的美女符号，没有说他再来把它落实在吴越征战里面。一说西施就出生住罗村，就会在这个时候反杀试探碰到谁啊，范蠡啊，两个人就恋爱，然后为国家为什么，这以后都大家知道的西施故事。我就经过这个写了一篇呢，叫《西施故事志异》，写了以后，正好那时候有一个在台湾台北有一个杂志登了一大篇文章，我看得很刺眼，因为他写说中国第一号女间谍西施，中国第一号女间谍西施，然后我就把我那文章给他们。西施呢，这个人，西施只是影子人物，把我那考证，结果编者给我回来一封信，说你虽然如何如何，可是我们呢，暂且容不下你这篇文章。各位，所谓好文章啊，就碰到那个灾难，因为他登我的文章，那前面一篇不是开玩笑吗？我碰到这种情形有两次，都是对方站不住脚，反而不登我。哎，我反正不被登出来文章，到后来都得奖。西施这个质疑这一篇呢，被转载六次，啊、哦。所以各位要有信心，被退稿没关系，被退稿表示你这个呢是很这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投稿不被退稿啊，啊，我到现在还会编者说，曾老师你的文章太长了，又要我们一个礼拜登出来，没办法呢，啊，我说没办法再退回来，照样会有啊，啊，所以。不要怕失败，被退稿不一定你的文章不好，啊，一定要这个信心。啊，我还有一篇呢，也是后来得了什么评论奖，年度评论奖的一样啊，就被退稿啊，啊，被退稿就因为呢，我们台大中文系和历史系，对不对？外文系啊，合办中外文学，中外文学里边倡导用西方的理论来。做批评中国戏曲的那个方式，那我极力反对啊！我就说啊，要凭着中国戏曲的态度与方法，就针对他们写啊！我说中国戏曲，我那时候是研究生，二年级、三年级啊，中国人有中国人自己的这个学术理念。西方的戏剧和中国戏曲是不一样的，不一样。
所以呢，拿他们的悲剧来套用我们的悲剧，啊，拿他们的喜剧来套用我们喜，都是不对的，啊，我们的这个艺术的基础、艺术的原理和西方也不一样，结果被推稿，啊，被推稿，因为推稿是我很尊敬老师，我隔了一年，我说老师，我想把我那篇文章啊。收入我的论文集可以不可以？他当然可以啊。那我想说，既然要收入我论文集，就找一个地方发表。这一发表就被评为年度的这个理论奖。所以各位啊，我虽然在吹自己，但那是事实。退稿没关系。包括你最尊敬的老师，他会在某一种缘故之下，叫你不要发表。啊，所以各位看，西施故事给我一个相当大的震撼。于是我慢慢的休息一下，我们往下说，我如何开始以此的研究做基础。啊，比什么？啊，为基础，然后再往其他的题目扩充，终于建立了我那个民主故事的概念。民主故事的概念，把它形成理论，现在受到大陆的学者普遍的这个认可，觉得。这个什么呢？四大民间故事不如民主故事来得更加合适，因为民主故事可以达到这个标准的，我们有定义，有它的特色范畴。好，各位，那我第一个呢？对西施故事啊，做这样的一种追本探源的这个考究以后，写出来一个西施故事质疑啊，质疑就是我觉得西施在这个吴越征战里边没这个人。但是有他的影子存在，啊，这是起先呢得到那个结论啊。那发表这个文章的呢，是就在后来的一个，我这里边都写了，好，也就是说在学界啊，把它写成论文。说西施呢是怎么来的？原来没这个人，他如何形成的？这一些啊，是我第一个这样的一个经验，就在硕士一年级、硕士二年级啊，我因为要写硕士论文，在研究长生殿。那你们也知道，我研究长生殿的。方法是把洪生及其长生殿研究，在研究洪生，我就先给他编脸谱。脸谱就是怎么样，按照他的生命的历程程序能编出来，这才能够对你要研究对象了如指掌。他的整个家世背景、时代背景、他学养的这个传授背景、朋友的交往的这个情况，这样对一个作者才有真正深入的了解。啊，还有某一年做什么事、遭遇什么、最后如何。所以我才写了一篇呢、啊，等于
得弘生一个通俗而比较具体可读的弘生的家事与生平，就用了十几万字的弘法师年谱做基础啊，这里各位研究学术啊，要从一种笨拙的功夫。而对于弘生的这个长生殿本身，我还是一样哦，长生殿就是什么样的，是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那唐明皇杨贵妃就是开元天宝年间这一段的政治背景，剧作家根据这个历史背景，根据这两个人物的事迹，把它编成五十出的剧本的啊，所以对他的题材情节我当然要研究。那么题材的研究，在弘生之前有没有其他的作家或者小说或者不同的剧种，像元杂剧或者南戏传奇，甚至于这个更早的宋金杂剧院本啊，有没有，或者明传奇有没有人与他同样来编剧？当然也有。那么这一些啊，就是都是在你考察的范围里边，因为在他之前的这些东西都是弘生这个剧作家所凭借来编写长生殿的一个题材或者他的背景资料，所以我就把这一些啊写成了一篇文章，这一篇文章也被转载好几次，叫做《杨妃故事的发展及与之相关的文学》，《杨妃故事的发展及与之相关的文学》，那用这一篇再来写在弘生及其长生殿研究里边的某一章提要写就不一样，你的基础就不一样。好，在这个那其他就有关杨长生殿的音律啊，音律我就一个字一个字不同版本不同曲谱的教律啊，我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史功夫，所以才能够把韵文学的歌乐基础啊，像上个学期我们谈的一些这个什么韵文学的那个基础规律，就从这里边体悟出来最笨的功夫所得到的历练和体悟，这个很重要。尤其在学习里边，各位不要拖懒，你闯过这些，忍过这个，你打住了，你其他就轻松了。还有排场，就是所谓戏曲结构的概念。你看我在研究生的时候就不一样，因为古今对于戏曲的结构都是一种故事情节的布置，戏曲的结构不这么简单的，它故事情节为主轴，还有什么，还有音乐，还有坐标啊，产生在舞台的整个这个有机体的这个排场结构气氛才是戏曲的真正结构啊，我现在这个理论建构起来了，所以戏曲的结构论就和以前的人不一样，
也才有中国戏曲的特色啊，才有戏曲文学。戏曲文学应当如何入手？戏曲的语言有什么样的和诗词不一样？类似这一些啊，才写成了我硕士论。那在这一个过程里边呢、啊，和我们民主故事有关系的是什么呢？各位，这个唐明皇的事迹很明显，但他的唐明皇的本纪，对不对啊？唐明皇一个皇帝，他的一文首饰很容易可以读到。杨贵妃年头也不小，但杨贵妃呢就掺入了当时候对他的某一种传说啊，和这个笔记重谈，证实笔记重谈文人的这个歌咏，文人的歌咏啊，还有一些呢对他当时候引发出来的一些开始要附会的传说的影子。我写的杨妃故事的发展就举出了四个脉络，说杨贵妃为什么会是蓬莱仙子呢？杨贵妃是不是蓬莱仙子啊？她为什么会是杨贵妃？为什么又被形容成为月宫的嫦娥下凡的呢？这都在唐代之后。杨贵妃和安禄山有什么问题吗？啊、哦，那这个呢是描述的这个啊，千古的这个对杨贵妃的污蔑。啊，杨贵妃和梅妃，和梅妃彼此之间又怎么样呢？杨贵妃是不是那么嫉妒的人呢？啊，这四个脉络。我们发现了杨贵妃也是在哪一个人，杨贵妃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就几个文人害了她。第一个杜甫，杜甫在北征诗里边啊，对于马嵬之变，马嵬坡他说了两句话，说不闻夏阴衰，终至珠包打。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夏朝、殷朝几乎亡国或者衰亡，就因为有过亡国的会祸水这个内史打击？他概括说包打，包是打击，所以在杜甫的心目中已经开始把杨贵妃当作安史之乱啊，祸国殃民的根源，就像包是打击一样。然后各位知道白居易这个人，对不对啊？一天到晚要拿诗歌来教化，来这个奉喻刘禹锡，他们两个人就把他和安禄山拉在一起，拉在一起。其实原来写说两个人都喜欢跳当时候的胡旋舞，是当时最流行的胡旋舞啊。他跳得最好的，在朝中就是杨贵妃，朝外的大臣就安禄山，这两个人就是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那不是把他拉在一起吗？这是中唐，晚唐就越拉越近，到后来就是说杨贵妃死了，水满妃子帽，一个张佑，也叫张古，一个四字边呢、啊，一个左右右，有时候这个也写成古代了，而雪满妃子帽，任断路儿长。安史之乱，杨贵妃死了，
安禄山伤痛的像个什么刀割心肠一般，那为什么这样呢？就越描越黑啊。好，再往后就出现了安禄山事迹，温于天宝这个仪式，啊，就越说越有谱了。最可恶的是谁呢？最可恶的，我是站在杨贵妃的立场。最可恶的，就是司马光，司马温公，他有一个不朽的名字，写了19年了，是什么书啊？《资治通鉴》。他就把民间这些拜官野史的传说，把它落实写在他的《资治通鉴》的天宝14年了、啊，哪一天里边写的怎么说呢？说安禄山就拜杨贵妃为干妈，然后呢就叫宫女抬着安禄山在宫中啊嬉嬉闹闹闹闹，在那边洗这个洗儿啊，从此以后两个人在宫中里边一起吃饭对食啊，有时候晚上也都不回家了，安禄山都不回家了。下边说颇有丑生闻于外，丑生你们就知道是什么，上意不一样，这个唐明王也不以为，所以安禄山和杨贵妃的这个不清不白的关系就被落实了。那我替他的辩白，虽然我那时候也只是一个研究生，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什么中国的史书里边，只要哪一个皇后、皇太后、公主有这个为国不休啊，就是有这个外遇，有这个，像这个什么呢？唐代哪两个人来说，一个就是武则天，武则天的男朋友可以有排行榜，对不对？一个也不会少。这个中宗皇帝的为后，照样也这个什么太平公主都照守不误。可是正史的两行书没有写安禄山和杨贵妃有任何关系。在这个开元天宝年间的民间的这个各种笔记重谈，没有人写这安禄山和他有关系。直到晚唐五代，晚唐五代流行个什么呢？因为唐代衰落，文人开始回顾，为什么我们大唐落到今天呢？就把罪魁祸首集中在安禄山、杨国忠和杨贵妃身上。那么一对男女要污蔑他，最简单就那么一件事啊。所以这个是晚唐以后五代才盛行。可恶的司马光，你一个史学家，因为他脑袋里边呢，司马光也是一个朝代灭亡，没有一个包氏妲己是不可以的。唐代的包氏妲己就是谁啊？就是杨贵妃。各位如果知道安禄山呢、啊、胖到什么程度、啊，胖到肚皮都垂下来。要穿衣服啊，两个人把它抬起来，啊，才能穿得上衣服。
我看啊，我们杨贵妃大概兴趣也会高的，类似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认为这是包氏八支观念不符以来，而且是在中华民族意识观念里边根深蒂固的啊。所以我后来给民主故事定义里边，就民主故事的内容一定有很丰富的民主意识形态，就是我是汉民主，我和异族是不一样的这种民主意识形态，和中华民族所共同遵守的思想理念情感，合乎中华民族的思想理念就正面，违背的就是反面。你对于这个什么呢，被民间大家所肯定的那种情感肯定，他一定是塑造一个万人崇拜的典型人物。如果被民间所否定，他就会像这个秦桧一样，永远跪在西湖那边。这就是民主故事的主体内涵，而这些内涵不是一个人，是经历了千百年的民主这个思想理念所共同有的，而且不拘泥一个区，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这个什么流这个流过的区域的啊，整个中国人所，甚至中华文化所包含的韩国、日本、越南都一样，民主故事的内涵，像这个杨贵妃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形。那这是那杨贵妃里边的那个梅妃，叫梅妃。我又从这个要找梅妃到底是什么时候加进来的？古代的帝王啊，都有他的后妃传，后妃传就是他比较重要的一些后宫得宠的这些妻子。而两唐书，新旧两唐书并没有梅妃这个人。如果以梅妃的身份，他一定会列入进去。各位知道帝王啊的太太里边是一后三夫人、九嫔、27侍妇、81御妻，这是正式有封号的这个太太们，一共有120几位啊。算算看，一后三夫人、九嫔，嫔会写吧？你这边一个嫔，贵宾啊，宾客的宾，九嫔，27侍妇，世界侍妇，妇女的妇，81御妻，御妻，就39。就等比级数在前进的，所以121，那么皇后就是和这个，这是先秦，后来历朝历代的封号不一样，那基本上是这样，历朝历代会变化。皇后和
皇帝是嫡体，嫡体就是地位平等的。三夫人就未必亲王，等于是皇帝兄弟的那个亲王的职位。他呢，在早期啊，就是这个，后来呢，就是贵妃、贵嫔、贵都叫做贵，所以杨贵妃就是排名第几啊？比皇后差一个而已。她是三夫人之首，而那时候没有皇后，所以她事实上是什么呀？是半后府，等于是皇后的待遇。然后贵嫔、贵人，唐代呢，第四号人物后宫叫昭仪。昭，朝阳的朝，而不是朝阳朝，这个昭和啊，日本那个昭和的昭，仪，仪式的仪，啊，哪一个人当过昭仪啊？武则天，说武则天刚刚入宫的时候，是在萧淑妃之下，淑妃是三夫人。武则天是九嫔里边之首，啊，然后像婕妤，对不对啊？婕妤大概就九嫔里边的封号。那个汉武帝李延年的姐姐李夫人。请问李夫人是什么样的位置啊？三夫人，地位很高啊，所以你们知道这一些啊，才能够了解在后宫的这个。所以这个梅妃，梅如果有这个人，一定会在两唐书。你们猜，我找了半天才在哪里找到梅妃呢？既然唐代没有，就往下找，找到了宋代南北宋之交，就是刚刚逃难，这个高宗们逃难到杭州，南北宋之交的那个词人叶梦的。叶梦德的朋友写了一个，叶梦德朋友没有说出他名叫，写了一个叫做《梅妃传》。那《梅妃传》是在宋代南北宋之交才出现的，请问？这有没有嫌疑啊？是后人，后人为什么目的来写的？可是这篇东西呢，到了这个康熙年间，被康熙皇帝的古今图书集成，不，四库全书，古今图书整集成。列为谁啊？唐明皇的妃子传之一，也就是说，在古今图书集成里边，唐明皇平白多出来一个什么？一个太太，就是梅妃。在北宋以前，没有任何一个诸诗人的吟咏，各种记载，没有一个字提到梅妃这个人。
梅辉这个人是一个冷宫中的失意失落的妃子，是因为杨贵妃的嫉妒而被贬到冷宫里边去的。我把他考察，他和杨贵妃两个人的对比都有意思，你知道吗？杨贵妃胖，梅妃瘦。杨贵妃会跳霓裳羽衣舞，她会跳惊鸿舞。杨贵妃喜欢荔枝，她喜欢梅花。杨贵妃是四川人，她是福建莆田人，对比一西一东。两个人都是死于安史之乱，两个人的魂魄也都由道士把他勾引来和这个唐明皇见面啊。类似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梅妃等于是唐明皇后宫里边上阳宫，这上阳宫呢，白居易和刘禹锡所写的《上阳白发人》，上阳宫中被冷落的那些被杨贵妃嫉妒打入冷宫的那个典型的代表。所以你们就知道梅妃是怎么样被塑造出来的，就是后人觉得杨贵妃这个罪魁祸首。杨贵妃后来的这个对他，除了有一个叫做王伯成，在元代的《天宝遗事诸公调》里边，把他描写的龌龊不堪，和安禄山的这种泼钱，我们现在有这个成语啊，男人啊对女生不敬啊，乱来骚扰，叫禄山之沼，有没有？就是出于这个啊。所以杨贵妃在元代的时候是被马践杨妃，她的尸体是被马踩过，民间对她的这个厌恶到这个程度啊，所以呢，造出这个梅妃就是要凸显她的嫉妒，就像安禄山把他落死，就是说他品德不修。对杨贵妃把他美化，就是在他那个时代就已经有蓬莱、仙山和月宫、嫦娥这一些啊影子在里面，他发展出来的啊，等于是。像月宫这个故事，就是为了要形容他会跳的这个霓裳羽衣曲是仙乐，是月宫的仙乐下而照射出他是月宫的嫦娥的素娥。你们知道都有趣吗？民间呢、啊？想象力啊，而且会互相前后互相施法。有一个这个司马貌一日阎罗，知道吗？阎罗王有一个书生啊，叫司马貌，他一天到晚在那边发牢骚，说啊，这个时候我这么有才情，居然这个什么落透人间都没有的发挥啊，像千古以来啊，阎罗王那边呢、啊、有一件大事，阎罗王
几百年、上千年都被项羽啦、刘邦啦、韩信啊，还有这个彭越，在他们告来告去啊。那阎罗王不知道怎么样来摆脱他们的恩怨。司马嘛说：“我来做一日阎罗王，我会帮你处理。”于是他说什么？好，这个曹操啊，你不是这个汉献帝啊？啊不，这个是这个西汉初年，西汉初年，他就说刘邦，你呢杀功臣，我就叫你让这个什么功臣救你，所以你为三国时代的汉献帝。就刘邦变汉献帝，然后呢，就这个这关羽被谁杀？关羽呢，就做曹操啊，关羽变曹操。然后这个孙权呢、啊，就是那个彭越，英布就谁啊？英布就刘备，三分天下，因为他们三个功臣，所以把汉献帝就是刘邦分为三国鼎立。那这个最后，杀那个李后啊，李后是杀韩信，就像韩信变为化身去杀伏后，啊，也就是说啊，一个西汉初年的恩怨，他把它变成三国的再现，那么到了这个什么呢？安史之乱，说唐明皇啊，在夜晚看天空的月亮，就想念到月宫的嫦娥树，他身边有一个张果老，还有一个罗公远两个道士，说：“哎呀，皇上，你要想我今天晚上就带你去。”所以就公车呢化成一道彩虹了、啊、唐明皇闭着眼睛就公车里面直接就到天宫去了。天宫去呢，嫦娥听说到玉皇大帝去开御前会议不在，那么有一位庶儿，就皇嫦娥底下的仙女出来接待谁啊？接待唐明皇。然后呢，临去秋坡那一转啊，唐明皇就高兴，就写下一首诗啊，其中两句说：“他年落得下凡尘，显入宫中半孤王。”那这个人将来就谁了啊？好，这个嫦娥一回来，好啊，你这个人间的赤脚大仙，你贵为帝王。唐明皇就是赤脚大仙转世，我告到玉皇大帝那边去，玉皇大帝就是啊，你赤脚大仙怎么可以闹这个，到这个月宫里边去闹去做不敬之事呢？就开御前大会，御前大会就找太白金星说。你看看这个唐代天下怎么样？哎，唐代天下已经太平了一百几十年，也该要闹一闹。有八年刀兵之灾啊，那要闹事是谁啊？
从唐代以来啊，闹了两件事，都青龙星下凡。第一次呢，就戴叔文生长在韩国，第二次又生长在哪里我忘了。现在第三次呢，就让他做安禄山，叫青龙星下凡，去投生安禄山。那这个太白金星就说，安禄山这个青龙星下去了，扰乱起来没有说服他的不行啊，青龙只有白虎可以克他，各位知道五行对不对啊？青龙，青就是木，白虎就金，金可以克木啊，这五行。好，把这个白虎星找来，叫他下去。啊，那个我第一次呢，就是什么，这个罗成教官啊被杀了。第二次做了薛仁贵啊，被我儿子薛丁山射死了。哎，没关系，这次让你下去做钩子鱼啊，七子八婿大团圆啊，让你贵为王者。然后那还差不多，就下去。太白金星又想说，玉皇大帝，我也要下去人间浪荡一下，好久没有下去喝酒啊。还有白骨星呢，有难啊，也要我下去救救他。所以郭子仪就曾经李太白救过的啊，哎，他要下去，哎呀，这个嫦娥就说，我们这个素娥啊，和这个赤脚大仙显然有素缘未了啊，素缘未了，你让他们下去玩玩吧啊，何况他还这个回头一笑百面生呢，就把他找来了啊。结果这个素娥下去就是杨贵妃啊，所以一场安史之乱老早在天庭办好。就像那个什么《三国演义》啊，三国呢都在阎罗王那边都定了，这是我们中国人喜欢千人骨会。好，就梅妃有这么样一件事，我又写了一个这个什么呢，《梅妃传》这个类似至于什么的。各写一篇，后来我会把这个纳入杨贵妃故事的发展里边。我们从梅妃、杨贵妃，我这个第二部的探讨，那这两个都是历史人物啊。我们下礼拜呢，我再把那个进一步的历史人物，像王昭君啊，王昭君，还有传说人物像孟姜女，还有梁山伯祝英台啊，白蛇故事，以及这个什么呢，历史人物包公、关公等等这些啊，综合性，把这一些人物呢，我大概透过里边的六个故事的亲自的研究，然后创立起民主故事这个理论，这个学门，然后开展为另外一个叫历史人物的民间造型，历史人物的民间造型这一个研究题目。这个研究题目呢，哇，那就是写不完了，写不完了。而且呢，写这样的题目呢，已经很多了。意思就告诉各位，这样的一个研究历程，不是一年两年，是慢慢累积，累积有例证，我才写了我们民主故事的那个序论，序论。那一部分事实上就是经过了几个基础研究啊，几个基础研究，然后怎么样
归纳出来一个学理，这个也是现身说法告诉各位如此。那么我们这个书啊，像神话、仙话、鬼话、精怪故事、童话啊，还有民间传说、民间故事，这些大家已经既有的，我们也不能不提一提。但是我们提一提是如何排除一般的这个观念，把它要建构一个和其他不冲突的这个范围内涵。事实上，你们的程度当然都可以自己阅读掌握清楚。那么像我刚才说的这一些研究的这个学术建构理念的这个历程呢，就是要向各位说的，向各位说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